花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三颗绿植啊，这是我最近入的一个彩叶玉，名字叫做草莓之心，然后这个是白犀牛，这是海芋的一种啊，然后它的叶片摸上去质感感觉很高级的样子啊，有没有感觉到？就是很舒服，也很光滑。然后这个的话是白色恋人，也其实也挺好看的，只是还没有完全显色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颗天狼最近给我的一颗电月啊，名字应该叫做电月吧。然后这是应该未上市的。好，我先给大家换个盆。好，已经换好盆了啊，那整体就是这种颜色，等后期我看看能不能通过阳光给它再上一下色，看看会不会有变化。好，谢谢观看。